秀秀姐，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哦，那个饭店他有推今天就是可以吃饭，有两个优惠的专案套餐，我想找你一起去吃，可以吗？针对情侣哦，朋友不行。去问竟然说要情侣或情人，搞什么吧？真是。嗯？中情局，一个肌肉猛男呢。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，心中满是悔恨。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。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。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。要把欧元汇到印尼去，汇到印尼。小姐，我赶时间，我可不可以赶快写一写？你赶快帮我处理。好，您可以先写，没关系的。对，可是就是只是好奇问一下你，因为就是我们也是关心你的立场。姐，怎么在这里啊？好久没有听你，这种没有听你讲，你不是什么事都跟我讲？就我自己的事，也不用每一件事都跟你说啊。哦，好，给我听听，我不会被骗的啦。好难得看到你，走啊，陪我去吃早餐吧。好久。之前已经小额汇款过很多次了，你先陪我坐一下嘛。不要让太多人知道。然后他就是汇了好几次，然后欧元到那个印尼去捐款。我是我们分局侦查队机动小队专门负责诈欺业务的小队长，今天是被骗。他一开始就是先叫你汇小，然后慢慢的汇了几笔以后，忽然间他再编一个更大的谎言来骗你，再让你汇更大的款项过去。那我这个人，跟我赶快捡钱。两工前来，两工前嘛是搁一件，搁家里怎么赶快？他是不是已经被列警示账户？账户已经列完警示账户了耶。是，什么时候列？确定在三天前，这个账户已经退掉。警示账户。好啊，不要太难过，没关系，来抱一下。我再陪你去找男朋友，好，乖。行李有大概稀饭吗？稀饭有什么优惠吗？如果说今天用餐，然后又是情侣的话，除了打八折之外，再打八折的优惠。所以就是八折之后再八折。是的，没错。然后就这样吧。对啊，一起用餐吧。有这个荣幸。用餐愉快。八折再八折。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。大家好，我是市议员郭丽华。网络交友陷阱多，诈骗手法日日新。片中的女主角秀秀，渴望爱情的降临，却在网络的世界里，遇到了骗钱的肌肉猛男。幸好有女警婷婷机警的阻止，才让她大梦初醒。这样的故事看起来好像很老套，但是根据警察局的这个数据的统计资料呢，每年仍然有很多的民众会被这样的有被骗的案例一直在发生，有些甚至是高学历的公职人员啊，或者是高级主管，因此丽华要在这里呼吁大家，网络世界的高富帅其实都是瞎糊弄，小心赔了夫人又折兵。我也知道警察单位为了保护我们民众的财产不受骗，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思来做这个防盗宣传，也有许多成功破获的这个诈骗集团的案例。那今天芦竹分局自编自导这一出梦醒时分的影片，其实非常的用心，也很写实，请大家为他们大大的按个赞，谢谢，一定要给他们嘉许哦。